巴薩洛亞最後入閘，好急啊！格洛龍區全部馬匹準備妥妥，五場3,200嘅短途賽。義勇軍挑戰杯第24，好，你一開閘加二馬慢閘啊，咩？仲有一隻馬咧，連連歡呼嚟噶。好啦，前面搶咗出嚟就顏色大王啊，相當快閘啊。幸運旅程就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嘅馬中間有勇威神區啦，出邊啊樂家福啦，埋邊第五黑三橙就咧就小子彈啊。紅一直間三進佔第五位咯，就係巴薩洛亞後邊嗰五匹啦，九九為金啦，咁啊有呢只就加洛龍區啦，尾三係有財有勢啊，尾二就加二馬啦，暫時殿後嘅馬匹係嗰只連連歡呼嚟。去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，接近呢個600，前面方就係得只顏色大王啫。跟住響第二位咧，外邊位置就係幸運旅程嚟噶。內欄第三嘅勇威神區猛金卒，第四位仲有樂家福啊。第五埋邊小刺蛋啊，黑衫嘅紅黑直間衫，外邊係巴薩洛亞，後邊五隻加洛龍區九九為金，藍衫掟出大外檔，有財有勢，尾二加二馬包尾嗰只咧就連連歡呼。最後200多米啦，顏色大王仲係佔先少少嘅，咁啊鬥唔鬥得嘅呢只馬？中間有呢只勇威神區追上嚟，外邊幸運旅程啊，最初仲係只巴薩洛亞，後多層啊嘛，仲係只有財有勢，最後100米啦，仲有少少就係顏色大王，但係外邊巴薩洛亞攤著咗，最初位置有財有勢，有冇機會過曬接近終點啊？咁啊，以為顏色大王有權贏嘅時候，巴薩洛亞第一隻外邊上嚟，最初後發先至，就係呢只有財有勢，有財有勢外邊終點前將巴薩洛亞趕過埋第三埋邊顏色大王。第四名咧，應該嗰只勇威神區啊！三號有財有勢啊，潘頓啊，5.2倍啊，後上勝出啦，跑第二名一號嘅巴薩洛亞啦，班德禮第三名，四號顏色大王啊，咁啊，同咧爆嘅勇威神區影相啊，賺3-4，全部都係跑到外面啊！哇，臨尾嗰只幸運旅程都抽得幾緊要喎，係喎，赤氣咗，啱啲跌落嚟咁滯。外邊一冚過曬。都係好夾潘頓啊！呢只啊，人馬合作三 win 啦！呢一隻1分10秒51都係比標準時間慢九線啊！再一看第30 win 啊！今季今晚啲時間都係偏慢噶啦，係啊！之前嗰幾場都慢成秒。但慢得嚟就有得追咯，呢只上到嚟三班加你嗰場都爭啲打搭贏嘅，即係證明三班都仲有些少分，係即係個檔棘住啦。如果唔係佢，即係應該大熱門嘅呢只馬，都係臨尾落飛啦，52蚊啫。我諗希威森應該有啲手尾啊，呢一場。系佢嗰度斜出嚟啊，定系巴薩洛亞都有啲埋去啦嚇。一陣再睇啊。係啊，因為總言之就潘明輝就爭啲碌落嚟咁滯。係啦。睇個頒獎。好啦，恭喜曬有財有勢第四 win 啊！自己就潘頓啊，今晚亦都開户。跟住嗰只潘頓又大熱門啦，初出馬。我即係都要破一破黎超星季內啲數據㗎。係啊，初出。好，蔡一漢本頓。恭喜曬有財有勢，廣州今屆嘅義勇軍挑戰杯。
我即刻睇埋個巡台影片啊噃。起步嗰只介意慢慢咗啦，咁啊仲有嗰只年年欢呼都唔会快噶啦。加洛龙区都系情绪比较急啲啊，暂时尾四斗，前面快嘅颜色大王幸运旅程，出边就乐家福，中间面酷勇威神区啊，小次打第五位啦，巴萨诺亚咬住个第六噶啦。后面仲有只狗狗围金啦，有财有势，暂时就尾三倒，拍住就加二马，殿后个匹年年欢呼。步速都系偏慢啦，所以大家见到好多马咧留起上嚟都走得唔系好顺畅啊。包括头先飙咗出去嘅巴萨诺亚啦，少少抢啦，咁啊后边加洛龙区都有啲急嘅，加二马亦都系比较行啦，几只马咧留得唔顺嘅。前面就放得顺噶啦，呢只颜色大王啊，翻到嚟咧佢就直路都有啲斜跑嘅。乐家福就好早要骑，好早要鞭喎，咁啊上到呢个山班啊，同埋马房都系沉啊，就睇下象王点啊，礼拜六，好啦，睇下啲意外碰撞啊，系啦。嗱，希威森开始骑出，带埋嗰只勇威神驹，再带埋幸运旅程，阻到乐家福，跟住佢再有啲片翻入去嘅，然之后又走出嚟，临尾啊，哇！呢个三分钱，巴萨诺亚都有啲埋嘅，应一应系啦。分段时间头段23:99，第二段22:84，末段23:68，总时间1:10:51，比标准时间慢9线。